把爷爷跟郭爷爷问哦。来爷爷，你要不要这边？哎呦，这不能吃啊，谁单位交给你吃？这个好好吃哦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哦，我们家代代对我们很好呢，去日本玩的时候就会买这日本饼干给我们吃。哦，你代代真好呢。那他们怎么没有带爷爷一起出国？爷爷太老了，坐飞机啊骨头会散掉。郭爷爷好啊，大爷爷好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要跟奶奶讲。你敢讲？你敢讲我咧洗头咯？咱卖帮你垃圾卡。哎哎，你来！哇，你的衣服看起来好漂亮啊！跟你们说，我呆呆最近出国啊，我都去他的衣服里面翻衣服穿啊，好好看，对不对？好好看，好漂亮啊！两个的呆呆哦，一天到晚都可以出国。像我第一次出国就是从印尼飞来台湾，现在一年回去不到一次，我的小孩都快要认不得我了。你哪一个啊？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！哎呀，我一想到我女儿啊。我的女儿，你早起啊，说唔知影讲要飞去澳洲啦，讲啥物游学打工啦，这个去啊，八一个老外啦，一飞飞十外年啦，啊，即马强要卖人咧，唔早起。啊，大爷爷，你不要难过啦，澳洲那边环境很好啊，不像我们呆国最近又戒严啦，我好担心我老家哦。哎呦，戒严很恐怖哦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保护你。哎呀，我也保护你。我来保护你。保护谁？你有什么能力保护？保护你，站都站不起，你还保护？不行了，凯文哥，不要踩了，十八层了。哎，最近那个越南也很恐怖呢，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啊？好久没有看到阮姐姐了。阮姐姐怎么样？状况很糟糕的。哎呀，郭爷爷的儿子啊，也在越南工作啊，听说在动荡的时候就躲在队里面才能够逃出来。好可怜哦。这边的政府好奇怪哦，就给每个人发一张贴纸，写我是台湾人。就解决了啊，就是这个。对啊。哎呀，好有趣啊！什么的有趣？哎，讲到这样，这不是政府的，我毋捌看过这么无听家己人的这个外交部啦，大家要抱中国 LP 啦。我今日在越南哦，有啥物代志，我绝对出来改变。拼什么拼？你什么能力？一天到晚就是讲大话，我出去看一遍，我可以拼，你能拼什么拼？拼你个屁股的拼啊！我你看过我们现在剩几个兵？我们兵能打仗吗？啊，我们的兵顶多就在总列车前面排排站，表演一下枪丢来丢去，就这个，还能干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就叫解放军来保护台湾，我们军费也省了，是不是？钱拿去盖房子，发展经济。将来我们还一人分两套房子，你懂不懂？你够阿高了，你做你白做，一定要统一，中国统一，一定要统一，怎么统一？统一就够阿高了。中华，你别去搞你了啊！家庭单位够好了，再统一，再吵，下午不能吃豆花。我听说啊，现在越南人分不出台湾人跟大陆人，怎么可能？我来台湾五年，我都分得出来。像台湾人讲话就是先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哈？啊，大陆人讲话是先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对对对啊，你这么聪明，那你分得清楚在台湾的外省人和台湾人吗？好难，我都分得出来，像伊这个的外省，我就是台湾本土。怎么样，外省怎么样？外省啊，无你讲一下台湾话啊。我有听，我有听过啊。食饱未？食饱了。你还没困？没困。困啦，去困啦。我困，我再把你困起来，我过去就困。困啦，你困啦。哎呀，我要打雷了！我赶快回去关窗户，不然家里会淹水哦。我好想念我们泰国，泰国365。都在下雨，好像发现乐园，一下雨就不用上班哎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！爷爷，我们去拿雨伞了，拿雨伞，窗户就来接你了。嗯嗯，今晚回来了。要我推你回去，我推你，我推你回去。遇到代志的时阵啊，我现在嘛是对台湾人走。
不如上来。哎，你上来！